为我早上才粘、哦、所以必须要把它继续固定束紧。好，束紧，因为那个扇子的话，扇子的话，那个能够固定这个形是非常重要的。嗯，那平常其实你不用的时候啊，你不用的时候都要有那个扇箍把它固紧，它才能够一直继续维持这个、啊、这个收起来的这个形、嗯嗯嗯，会比较好看。早上用胶水把它两端粘起来。嗯，好，这个是我第一件画的啊。这个是我第一件画的那个、嗯、就是上面有那个加上那个汉砖的那个拓片的、嗯、拓片的图案，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拓片的那种高弧感、嗯、高弧感跟画章搭配在一起、嗯、那因为字蛮丑的，就躲在后面尽量少写这样客气的，真的真的，我就因为平常都没有在练字，只有在画画而已。是，你看加拓片画、书法、印章，我觉得就是中国书画的一个美感特色，这样才完整。对啊，对啊。过去的话，在台湾比较少看到这种汉砖的拓片、嗯，那因为近几年就是大陆进来的蛮多的，所以有机会可以就选择这些东西来搭配。嗯。好像之前也买了一些那个全金拓的东西，嗯，全金拓还有这种拓片，而且你看黑配红哈、哦，都是非常非常美的那种色彩搭配、嗯，还有这种质朴的那个拓片的感觉。嗯，这个算是比较大的啦，嗯、比较大型的扇子、嗯。啊，那文人扇的话，稍微再小一点，比较秀气。嗯嗯。像这个的话就是斑竹。嗯。好，斑竹，你看竖起来，这个是属于比较那个比较秀雅一点，没有像这个这么宽这么大。啊。字尽量少写，你看，所以我都写比较短。非常客气、啊。写太满也太吓人了。嗯。哎、欸，这上次脸书上有放吗？哈。没有放太清楚。哦没有放太清楚，因为我放的是那个团扇的。那、哦、上次放的是团扇，这个是折扇，折扇我就没有放太清楚。哦、是是是。我除了用墨色画之外，也有用颜色画的。嗯嗯。水画起来叫。嗯。这件也是很漂亮的，是吗？对啊，啊，就是那种上次学长有说的那种花呀。对，双旗白鸟就是这个夏天才会有的，对 对, 对，从五月到八月，嗯哼哼，从五月到八月，我观察了三年，哇，我观察了三年，去年开始画，是是是，OK， 碎花旗白鸟就是晚上开，嗯，晚上开，早上马上掉，哇，我觉得。真是超级美的，像烟火一样。啊是啊、嗯。晚上开，然后长就掉、啊。对。哇，好难想象的生命。那人家想说，哎，那不是昙花，不是也这样子呢？对啊。可是它跟昙花又不一样，昙花是属于大朵的、大片的、大片的花瓣，那它呢又是特别纤细，一丝一丝的，嗯哼哼，特别纤细，一丝一丝的，在水墨画里头。至少在台湾，我好像还没有看过有人画这个画。嗯工笔有人画，嗯，但是写意的还没人画这个画。嗯，我看我是第一人。因为很难画，这种很难入。要线条好。对啊。要线条好。可是我好看难入画。我第一眼好，可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画就觉得哇，它就是我的菜。是是是。因为它这个花啊，简直就是我画的那个，这个是墨色的叶子，颜色的花。哇，也是一样的花吗？也是一样的花，对啊。然后，然后这个花我一看哈，简直就是我的菜，就是我画的那个线菊的缩小版嘛。对啊，嗯，哇，所以后面的那个是加、啊、那个垂藤是，它这个是啊，那个是如果说中间没有那个中间一条长的那个花蕊的话啊。它是花苞，那如果说花已经掉落了、哦，它就会留下一根长长的那个蕊。是是是是是是，对对，所以说有时候那个就是，因为花苞很多种，它可能都不是同一天开，啊，陆陆续续开，不好画哎。陆陆续续开，所以说除了盛开的花朵之外，嗯、还有一丝一丝的一条一条的那个一条条的那个，原来都是开花的。哇，好漂亮，好漂亮。是吗？对啊。
我今年的那个鲜花棋盘角哈，团扇画完了，扇蛋画成了扇。啊，这是变成我的专利了。啊，所以紫藤庐会有类似的这种作品展吗？还不知道。我挑了一张，其实这些都不是今年要展览的，都不是今年要展览。已经准备为明年准备了。也没有为哪没有为特别为什么时候准备，是就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啊、今年展览都是因为很早就已经挑好了，那岁万棋盘角只有一件小品。哦，一件小品，但是那一件也是很精致，是准备表卷轴，而且那一张哈完全黑白，完全黑白，哇，好令人期待，太可惜了。然后就是乌木哈，就是你看它是黑色的，黑色的，我觉得好有趣哦，就是好几年前啊、哦，我去参加那个。两岸的交流嘛，去苏州是，然后主办单位带我们去拜访那个苏州最有名的那个慈善的师傅叫王健，是，好叫王健，健康的健，他现在是当地最有名的慈善师傅，价格非常高，土地也很多，连土地的价格都非常高，土地真的连土地价格都非常高，然后啊，我就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常看一些那个。古代的一些米家的东西，那以前有一些金签银签，好漂亮、就是扇面不是像这种空白，不是白的，那它就是金签银签，有没有？然后现代就找不到这种材料，我就问王健有没有，他就拿出来了。他说，他就跟我说，一面的哈，一面就是一面金的，一面白的哈，就要3000块人民币。哇，吓死人了！我听换算成台币，这样15000一个光一个扇面呢、欸。那么没人敢买。反正这种好的东西哈，目前在大陆这种传统的那个好东西，价格都非常高，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也有两面都金的，那就变6000了。对啊，吓死了，谁敢放？然后我们就现场只能挑一些看看有没有便宜，看看有没有便宜的。然后呢，我们就是我跟着一些那个名家去。江明贤老师、陈涛宝老师，还有谁啊？师大的黄敬龙老师，周成老师啊、都是一些名家。江老师就说，他不画那些小东西，他不看。然后其他的，你看，最后只有黄敬龙老师画水彩的，买了2只。然后我也买了2只，买这个比较便宜的，乌木的那时候比较便宜，也不便宜啊。这种半机器的，半机器的大概200块人民币，不是全部手工的，是，所以说买回来以后就是也是等了很久才画。好，那这张也是画的是那个棋盘角，但是掉落的，哇，掉落在水面，因为我主要是这几年我几乎都是去台大看，台大都蛮多的，那一边是掉在地。像学生活的中心掉在土地上嘛，掉在土地上，但另外一边生态石它就会掉在水面上，掉水面上它飘在水面上，哇，它整个展开实在是太美了，实在太美了，这就掉在水上的，是，那旁边是一些枯掉的一些线条，这个就是水生植物的上草，是，哇。很棒耶，就是要开发新题材，自己有感觉的新题材。虽然说传统的梅兰竹菊我还是很爱，但是古人没画过的我也很爱。好，这个也是大只的，想说不要浪费材料，事实上是比较粗，这个材料事实上是比较粗的啦，一般名家不用的。大只的，而且太大只哈也比较不雅，是也比较像我人生这样子。比较典雅的感觉，文雅的感觉，而且这个纸质也没有特别好，纸质我觉得没有特别好，所以我背面也不写字了，就空一面，空背面。所以学长是贴好再画的嘛？直接是不是？其实我都是画好再装的。我每一只都是画好再装的。哇！你看我有一个这个哈，哇！你知道是干嘛的吗？夹扇面。对。扇面，你看，因为扇面，
扇叶买来，扇叶就是一折一折的，很不好画，对不对？对对对对。那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这个上面夹紧，三个点夹紧就可以拉平了。哦，是是是是。就可以拉平了。以前还没有这个东西之前哈，嗯，我都是用那个厚的画册来压。是是是。厚的画册来压。对啊对啊。后来在大陆买到这个材料之后就很方便了。对啊，真的很方便呢，就很方便了。汇丰堂有寄。哦。扇叶就是要注意到有大有小，嗯，有大有小，像这个就比较大，像这个就比较小，嗯，所以你要配合搭配它的枝数，还有那个长短都要搭配的适当的那个适当的扇骨。是啊，那个是比较大枝的。对啊。啊。哇，这菊花漂亮。我很喜欢文人的东西，像折扇啦、团扇啦，嗯，啊，其实这些都是文人在藏在手里把玩的东西哈，嗯啊。那使用起来携带也方便，使用也方便，嗯，然后又可以表现一些书画艺术，我觉得这个还蛮喜欢这些东西的。可是目前展览哦，比较不方便展，就是展览地方要柜子要架子，嗯，这才能展，嗯，所以一直都没，到现在还没机会展扇子。嗯，但是一直在累积准备当中。嗯嗯，这也是大的，反正先把大的先画完。哇，这样真的好好好努力，好认真，画好多。好，这也是菊花，我特别爱菊花啊。哇，嗯，这又另外一种菊。对对对，那这张表现的是用这两种。这两种颜色的菊花都是用先双钩，嗯，啊，就是墨色的双钩，嗯，勾完以后再填颜色，嗯，啊，叫双钩填彩。那刚刚这一把的话就是直接墨骨，嗯，啊，直接墨骨不勾线条，但事实上那个虽然说是墨骨，但是基本上这些色彩还是线条为主，嗯，就是因为我最爱的菊花里面最爱的就是线菊，嗯，好，啊，所以说你看哈，啊，你看这样菊花的姿态。你整个在缩细缩小，就是我的碎花棋盘桥。嗯嗯，好，哦，可是那个感觉好像有点金色的味道啊。金色有啊，我跟你讲哈，啊，这是我的那个独门色彩的一个特点、啊，因为这些菊花的姿态哈，啊，我非常喜欢那个凋零的姿态。嗯，因为只要一凋零，那个姿态就特别美。嗯，因为太健康了，每一朵的一个样，是就觉得很没什么，没什么味道。嗯。好，那因为凋零的包括色彩也变了，嗯，那我所以说我就会调了一点那个赭石的颜色，再加一点那个榆木金粉的颜色，调在颜色颜料里面，嗯，所以说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有点那个金粉的光泽，哦，是加榆木在里面，就对对，金榆木这样，对，就金色的榆木，哦，金色的榆木还有加上一点赭石，嗯，然后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哇，这样的感觉，难怪，甚至你的金粉你还可以加在那个，甚至你的金粉其实你还可以加在胭脂色里头，嗯，也会很漂亮，嗯，好，这样子，嗯，就不会特别艳，对啊对啊，嗯，好，介绍完了，哇，谢谢学长，谢谢